Hello，我是小白。那这个故事呢，只要有遇到一些好朋友，他们想听鬼故事的话，我都会去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我印象很深刻，而且发生在我身上。那我刚刚有提到呢，我是读淡江大学的。那我在大一的时候呢，交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初恋情人。然后在我记得是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吧。我跟我的初恋情人，然后还有我的两个死党，两个男的，然后跟他的女朋友，就是总共有六个人，三对情侣就对了。然后呢，我们就骑着我们的小摩托车，我们一路呢从淡江往北海岸那边骑，我们去九份去喝茶聊天。那我们喝了整晚的茶，就是喝到大概半夜三四点的时候。那我们觉得我们差不多要回去了，所以呢，我们三个人啊，不是，是六个人，我们六个人呢就骑着摩托车，就由九份的山上，那一路呢就要下山了，要回去淡水。那九份再下来是金瓜石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很晚很晚了，那因为又是下山啊，下坡。所以呢，我们摩托车呢都没有去吹油门，我们都是很自然的放松，让它慢慢的滑下来哦。那我们三台摩托车呢，我是习惯，压车，压车就是最后一台摩托车，因为我那个时候技术算是里面比较好的，所以我都习惯啊，我为了确保我后面没有其他的人落单的，所以基本上我都是压车的，就是最后一台车。那就这样子，从山上慢慢的呢滑滑滑，滑到半山腰。那个天色是真很黑很黑，黑到就是你一转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就是有时候天色很黑的时候，你转头的时候，你连自己的手伸起来都看不到，那你就感受到那个黑暗是，从一直压迫而来的，因为整个灯就只有你的机车的大灯。有灯啊，然后后面都是黑暗的，所以好像那个黑暗呢，就像魔鬼一样，它会慢慢的往你这边逼近哈，就是压迫感是很重的。然后尤其我又是最后一台机车，所以我的后照镜后面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啊，那就这样子一路滑滑滑。那凌晨的时候在山区嘛，当然就是非常的寒冷啊，寒冷，所以呢，我们呢就有穿外套，啊，可是还是冷。还是冷，我能感觉到我的右边是山壁就是那个在山区嘛，山壁，然后左边就是山崖，所以很不小心的时候，不小心就会可能会坠下去，所以我是很慢很慢的在往下滑。好，那大概我们骑到一半的时候都很正常，忽然之间我感觉到我的女朋友她在我后座嘛，她就抱着我，然后就越抱越紧，越抱越紧，好。然后紧到我有点肚子这边有点不太舒服，那我的直觉是告诉我说，他可能很累了，然后或是说很冷，所以我的直觉呢，再把他手拉过来，抱得更紧一点，预防他就是睡着了往机车旁边掉下去，这样很危险。可是不对，当我一拉着他的手的时候，我就听到后面有哭声，那种哭声不是很大声，可是因为靠近你的耳朵，所以你非常的清楚听到我女朋友在哭，有点在啜泣这样子，然后又不敢哭得很大声。那我当下以为我是听错了，因为其实天气很冷，然后天色又暗，好，然后呢，我以为那是风声，所以呢，我也没有很在意就继续往下滑。我就看着我前面的路灯，我就开远灯嘛，路灯，然后呢。我就把后面的女朋友抓得更紧，可是越来越不对劲，我女朋友的哭声越来越大声。那我直觉，我就问她，那我也不敢往后转，因为安全起见，我就直接呢头再往前看前面的路，然后用很大声的讲话问她说：“你怎么了？是不是很冷？我把它停到路边好不好？我把机车停到路边，好，先让你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他一听到我要停到路边，我女朋友马上哭得很大声，然后直接说：“你不管，你赶快下山就对了，叫我赶快下山。
然后说不管，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就是下山，然后哭得很大声，然后呢，手就越抓我越来越紧。那我感觉不对劲了，他是不是感受到什么，或是有看到什么？那于是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好哥们呢，有个默契，就是如果在晚上啊，因为我们常夜游，如果在晚上，像这种夜游，如果有问题发生或是出事了，我们就会，如果是在骑机车的时候，我们就会闪大灯。那因为我是压车，所以我也没有按喇叭，我就直接呢大灯闪了两下，让前面的两台机车看到我的大灯在闪动。那我的前面两个师长，他们也是很经验丰富，看到我闪大灯，他们也没有停下来，就直接吹油门往下骑了。那我也是油门一吹，赶快咻冲下山。那就这样冲下山的时候，天也快亮了。好，那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金瓜石下面有一个地标叫做阴阳海。好，阴阳海。好，为什么叫阴阳海呢？因为它的海呢，它的因为土质的关系呢，在某个时刻看，它的海是分成两个颜色，有点诡异。好，海会分成两种颜色，所以在当地这个叫阴阳海。我们就停在阴阳海旁边的堤防啊，北海岸的那个北宜公路上哦，就在那边呢哦，稍作休息，然后开始呢，路边的车子也多了，然后那个吵杂的人的声音也多了，我们就放心了。然后我们就问，我就问女朋友，那当然我的朋友也是很想知道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闪这个灯号。然后我女朋友才慢慢的去讲说，刚刚我们在下山的时候，那她因为她我们是最后一台车，然后她要无聊，于是她就很好奇的往后看，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人会这个样子嘛，就是无聊的时候，那明知道后面什么都没有，可是就是会好奇的往后看，然后就往后看，那忽然之间呢，她从那个山上，就是我们刚喝茶的九份的山顶，看到有一个白点啊、哦，白色的点。好，飘下来，那他的直觉是认为说是不是萤火虫或是路灯啊，不对啊，这个会动，可是那个时候也没路灯，然后他就一直盯着这个白点看，白光哦，发着白光的白点看，越看越不对劲，那个白点越来越大，而且好像有一定的轨迹在移动。然后再注意一下，那个轨迹不就是我们刚刚骑摩托车下来的山路吗？然后女朋友就是一直盯着他看，白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靠近一看，这哪是白点？好像是一只白色的狗，白色的狗，然后快速的从山上往我们的车这边追下来。可是不对啊，这个时候这么晚了，就算是狗，他也不应该让我们看见才对。可是那个白狗感觉是身体上是发出白光的。然后我女朋友就在继续看。哇，我的天哪，她看清楚了，但是她马上后悔她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了。她哪是一条狗，她是一个留着长头发的女孩子，头发是垂地的，然后两只手两只脚蹲在地板上，在马路上用力的朝我摩托车那边奔跑，而且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女鬼她的两只手是不一样长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七夜怪谈，贞子从井里面爬出来，好，就是走路的姿势就是有点倾斜，可是又不是很笔直的走过来，因为两只手不一样长，一下肩膀低，一下肩膀高，很诡异的在走路。那一个女鬼就是从山上两只手着地，就一路的往我们的摩托车这边用这种很诡异的跑步跑过来，然后女朋友吓傻了。但是因为我们的机车又滑得很慢，所以那个女鬼越跑越快，快到他手伸上来已经快摸到我机车的车牌了，我女朋友才叫出来，他看清楚了，留着黑色很长的指甲，那个脸
是没有，怎么讲，那个脸就是好像泡在水里泡很久，水是那个脸是浮肿的，那眼睛是一高一低，而且是没有眼珠子了，死鱼一眼在盯着我女朋友看，然后好像手一伸过来就会把我的机车直接扑倒这样子。我女朋友马上叫出来，在那个时候我刚好是我问她发生什么事情了，还好我并没有回头看，如果我回头看，我可能跟那个女鬼直接就四目相对，那可能就直接翻车，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也许现在就不能在这边跟各位去讲这一则故事。好，然后这是我女朋友看到的，那因为我们之后吹油门了，她就没有追上来。那再过了一阵子，我们又就地重游，可是是白天，我们回到九份金瓜石，我才发现原本的山路，我以为是山壁的地方，都是一些坟墓，一些乱葬岗。那我也不知道我们当时我女朋友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今天你刚好去九份玩，去金瓜石玩了，晚上的时候，你不妨可以往后看看你的后照镜，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在跟着你，也许你不是一个人。OK。Why won't you answer me? Hello? This is your cell phone!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just not gonna answer me? You keep me in your pocket like I'm some dirty little. 喂？嘿，我现在在录音。好，等会再打给你哦。OK, 拜拜。不好意思，刚刚手机忘了关震动，那这是有人打电话给我。好了，我们下次见，拜拜。